哦，不行，往近一点，往近一点，往近一点。再一个，再来就是设置它的工作的 XY 的起点。好，完活。你好，这个三，然后点开锁，来自动对焦。这个老师你好，它必须要在自动模式下。然后这个地方是刀号，那你是要对着刀号，然后点启动。签字，再点，然后点一下落差设定，然后这个数可以自动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就是对焦仪的高度和板材的高度差。完活，好，再把硬盘。Import。OK。我要加工这个122，我就双击，然后点这一个。伙伴们，先打开真空泵，先打开真空泵，然后点自动，点手轮模拟。如果为了安全，可以先手轮模拟，然后点启动。这个时候，高一点。对。我就是用它来控制自动加工，如果我觉得没有问题，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个剪掉，让它自动去，让它自己去加工。